有的实话。谢谢。高雄市昨天的市政会议通过我们管线管理的自治条例，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去年的石化爆炸以后，那中央认为没有法律可以规范，工厂管理辅导法也没有很明确的规范。但是我想做一个市长，做一个城市，我追求城市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如果当我们若干中央的法令规范不周延，基于对石化管线我们必须严格的监督有效的管理，我们必须透过整个高雄市我们的自治条例在议会争取我们的议会的支持，那这样的话我想让高雄市安全。